菊啊菊啊！是什么让英勇小伙今生呼救？又是什么让外星人入侵地球？再是什么让按摩椅痛瞎杀手？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走进科学之按摩椅杀人事件》。屁啦，是吃吃喝喝的 vlog 耶。我现在还特别的纠结，就是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就回家了嘛，然后我妹就让我陪她去看今天晚上的一个什么说唱的演唱会嘛。我下了飞机就要把行李拿给我爸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赶紧赶过去。但是呢，就你知道那种小屁孩事情非常多，就要我穿得帅一点嘛。但是穿得帅一点，我又想穿我的靴子，但是穿着靴子关键就要脱鞋，我觉得过于的麻烦。但是不穿靴子，我的帅气度就会减半。而且我最近不是很喜欢那种湿发的大背头造型嘛，然后我昨天给我妹看了之后，她说我的额头倒得像一张大饼。我就把刘海放下来了，但是还是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就是要露额头，就是那么叛逆。是我对我自己的发际线没有什么清楚的认知吗？就最近感觉还好啊。最后把我的靴子放进了我的包里，下了飞机再换上。希望他的那个演出值得我这么折腾。这个光标给我的感觉特别像质检猪肉。哎，我现在是一只合格的猪了。我走了走了走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。这是我妹的宵夜，我妹没露脸的时候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哎，别露脸了。哎呀，你传本的呀、啊？好爽啊！我会要传。我背。你哪哈录嘛？一哈你走了我就开始录。你四点钟录嘛？四点钟光不好嘞。光好。就是两点钟的光是最好的。四点钟的光最好。哦哟，你哦哟。算了一下，那个太阳直射的。毛病背。哎呀，背。你好像条鱼哦，鱼呀鱼呀鱼呀！行行，我现在去找我妈妈吃必胜，吃肯德基。骑自行车骑到一半，碰到我哥开车路过，他说最近串门不让骑自行车，不然会被拍照曝光。嘿，这让我想起小游之前在上海过斑马线骑自行车，就被交警逮住了。在麦当劳发生了一面和我头发配色一样的墙，哎，看我给你们变个魔术，嘿，神不神奇？其实我是想来吃他们家这个新品的，然后又点了很多其他的，然后我想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吃。啊，我出来拿了一个我朋友给我寄的快递，他已经买了一根小烟子。老这么看，这卖相不怎么好嘞。我真的太吃残余了，可是再也没有。这是我朋友之前我过生的时候，他说给我烧一块砖，然后他现在烧好了就给我寄过来。又不姓砖了。对不起。哇哦！我没想到那么大一块。哇哦，好想把它焊在我们家墙壁上面。我今天出门晚了，然后我现在在等车，但是不会不到了。我今天没有出门迟到，我觉得我今天肯定不会迟到。
我觉得。所以我今天肯定不会迟到。